没事，这老老板那都换人了。然后那张那个乔那张那张，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八一圈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15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0号台。10号台，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马健、李洪博。11号台，裁判员刘洪旭，运动员陈双喜、白天琪。12号台，裁判员张毅。运动员李贵璇、顾天文。13号台，裁判员赵奇伟。运动员刘成、徐子纯。14号台，裁判员刘凯。运
李铎、张哲，十五号台裁判员刘小朵，运动员赵明、刘武，十六号台裁判员侯明罗，运动员江宽、刘光衍。十七号台裁判员林勇，运动员陆毅文、袁浩。十八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刘恩熙、包洪峰。十九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杨豪、慈洪涛。二十号台裁判员赵爽，运动员吴玉伦、陈正。二十一号台裁判员傅一然，运动员李贺文、乌君一。二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欣欣，运动员韦成、崔凯。二十八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赵雨纯、李春成。二十四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郭欣怡、简子琪。TV 台裁判员温龙，记录裁判员张子伟、刘晓婷，运动员杨如、刘坤。现在比赛开始，未到场的选手按弃权处理。
Thank you.
星期天五十的专门星期天进场。